大家一起一定要团结，一定要就是不是说用嘴去说团结，用心去交相处，一起来相处。有外人陌生人来，假如打友勤或者打老顽童，一起来帮助他，是吧？假如要有人来打我怎么办？这样子。团结，一起说，团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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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给咱们一定要团结，团结的意思告诉他们。团结就没事了，比如啊，反正不干单用，一干用，谁呀？那个那个哪用？谁的上班的那叫？啊，不是一个，上班的那个叫固定都被同样的就是呗。那就，你哪个了？不干单用，你啥个的？啊，如果有人打我怎么办？这兄弟们看没到，这就是真正的真正的实力干。他们的意思，他们的意思，如果有人打你，然后我们就去打了。对，没毛病。也那一届木克马林了。对，啊，他说啥意思？他们说我们如果有人打你，我们就去找他，我们就打他。啊，没毛病。人家都什么你给？有人打你，我们就打他。啊，就给他结束了，结束。啊。咱们要团结，就是，咱们会友谊村会越来越好，好。好，舅舅谁呀？友谊村越来越好。一起读，一起大声点啊！好，友谊村会越来越好。友谊村会越来好，友谊村会越来越好。好，中巴友谊，中巴友谊。好，再来一遍，你来了一遍。中巴友谊，日大巴。好，行，今天就没事。对，好。团结，团结，团结，好。行，就给弄弄，这个到位。我咋知道他看不见？怎么了？我看不见？怎么看不见？咋整的？啊，让小孩子不要靠近。对，好。老安龙呢？老安。全部人啊，要盯着孩子。如果干你们干活，孩子不允许靠近。孩子到时候有砖头要砸到他头上，砸到他身上怎么办？知道吧？孩子看不允许靠近，任何孩子，所有孩子。好。他说他们两个明天。过两天他们要休息，他们要去别的地方，有事情，他们家里的有事情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啊。这两个啊，两天，这两个 ，OK， 啥呀？好，来喽。你跟他说，超过三天就算旷工。旷工，咱们村的村规是旷工三天就开除村里面的村级。这咱们那个村级，咱们友谊村就开除，给他们开除了。好，知道吧？